有一个不知道是酒蹦迪的酒吧还是什么，反正写着警方提示呢，不要打架，打输住院，打赢坐牢，嗯，不让未成年什么之类的。有很多人在这里摆拍呀，这都是适合年轻人出来打卡摆拍。啊，现在还是刚刚那招聘广告。嗯，这个有一个做火锅的吧，好像是什么，还有个吃鱼什么的。嗯，这边的这个船的码头，有好多小船。还有一只狗，嗯，老太太、老大爷在这遛弯呢。嗯，上面有人骑车。这你这是靠近人多的码头，这全是这餐馆排的废污水，你信不信？以前的珠江水很清。以前的水清，你靠离这人远点的地方，没准也清；离人这么近，是清不起来了。